博士。系啊。周末奇谈。哦，周末奇谈。上次就讲。打更好。打更好。吓、啊，今日有咩佬啊？呢个解签佬啊。哦，又系佬，系另另外一个职业。随口噏啊。但系博士几时开始有签呢家嘢嘅咧？好上古時代喎，又應該巴比倫啊，古希臘嗰陣。嗯。中國喺周朝嗰陣時，之前嗰啲揾啲竹仔啊，嗰啲草啊，整一紮咁喺度抽籤。哦。即係等於抽生死籌咁樣。碰碰運氣咁啊！而家你等於擲銀仔就係屬於籤嗰類。啊！嗰啲啊，嗰啲人卜卦咁啊。但解簽佬是一個很大的項目的講座，我們只能夠很概括地說吧。嗯。但說一些就是大家有一些啟發性，你不可以將你的前途放在一個沒有根據來落決策的嘛。嗯。是很危險的。嗯。等於你說你做生意或者買股票買邊隻好唔好買，好唔好誒同朋友合作，你真係求於籤咁，你係好大鑊。因為你冇資料嘛。所以你唔明朗嘅，所以點解佢美國人佢雄霸世界贏呢？其實解籤實際就涉及你嘅分析。嗯。但你冇去收集資料嚟做分析個市場，而家你靠啲籤嘅嚟代表你揸住。這個民族是很大的，所以為什麼亞洲的民族的迷信，為什麼整個亞洲會輸給西方世界落後呢？就是我們那個神話迷信這些東西太多。好了，但解簽佬有些做解簽佬，那些不是謀生的，為什麼有些人是在古代呢？就是祭司、巫師的其中一個伎倆來的嘛。嗯，你明唔明啊？啊，揾個祭司算一算啦，咁解簽佢係要翻譯你嗰支簽，係、要去解釋。佢嗰個簽唔一定係好似你而家車公廟啲簽㗎，佢求其揾個現象出嚟都擋個卦住。啊，嗰啲茶葉啊。係啊，你而家西方世界都最耐啦，茶葉解簽。啊啊啊！啱唔啱啊？邊啲？即係涉及邊啲咁嘅嘢咧，係影響人類嗰個智商嘅發展。係。但是所謂鬼佬呢就很陰毒的，到他知道之後呢就猛叫你的人呢去搞宗教自由啊，要堅持宗教信仰，因為他知道你的落後的國家的人呢就迷信。是如果你給你開放宗教信仰自由的話呢，聰明了，你永遠都是迷信，你不會相信自己。